莲玩原本一票难求，但是大地震重创花莲观光。台铁首度加开普悠玛团体列车，旅客只要订好饭店，车票通通帮你办得好。我本身是花莲人，所以我比较关心我买不买得到车票，可能还是需要吧，不然花莲还蛮多人是靠观光业。只要在3月11号到6月29号期间以车加酒方式订房，业者就会在20天前用团票提出座位申请。花莲人也不用担心，剩余的座位将会在发车前12天开放订票。不过火车误点或出包常惹民怨。24号下午，潮州开往7堵142次自强号列车，下午3点多月台挤满满，原来列车发生故障，误点46分钟。不少民众抱怨台铁只承诺退票没有道歉，不过像这样要退票，还得大老远跑到售票口大排长龙，任谁看了都很累。买错车票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台铁现在预计购买新型的自动售票机，不仅能用信用卡付款，还能在机台上办理退票。除了首推在机台上办理退票，信用卡付款和电子票证加值也是新机台设计的重点之一。是还不错啊，是减少就是比如说去超商的一些排队的时间，对。其他可能上班族或者坐商务舱的人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。政策如果顺利推行，最晚将在2020年台换完成，到时候想退票自己来也行。三立新闻主播蒋黄静台北报道。